该亮了。总经理，这是董事长甲怎样一下送过来的花啊？阿英本来是讲要回去找伊才庆祝就好啊，我也是认为哦，总经理头一天上任，就要受到公开的祝福，安尼就较闹热，嘛较有好彩头。阿英想想的嘛对，就叫我准备花，亲手送过来给总经理啦。你想的真正足周全的，莫怪表舅妈这样信任你。是讲叫花店人送就好啊，哪个让你亲身走一趟？哎呦，我有任务在身嘛，啊，爱过来看总经理的办公室安怎，等去报告啦。阮无开代过，只阿姨甲大嫂两放心。安怎？这间办公室袂歹吼？确实袂歹啦，啊！不过阮万里的总经理即马变作是勇士的总经理，啊，身边无啥物助理还是秘书啥的，我惊总经理会就食来的。啊！我着为万里调一个人过来，甲你斗相共啊，安尼你嘛较轻松，对不？啊，啥物人过来？我啊，我毛遂自荐啊。啊，想讲我伫金融街边啊做助手遐尼久啊，也有学着公司上的妹妹哥哥，啊，我来做你的助手应该是无啥物问题啦。我想应该暂时啊，阁唔免。阮勇士有真侪人会甲我斗相共，而且讲大嫂拄做总经理，应该真欠两手。你若是来，大嫂是要安怎？正义讲的无唔对啦，我已经过来勇士啊，嘛是勉强同意。那是我阁甲你诱过来，卖点阁较无欢喜。这边有正义甲我斗相共，暂时无需要助手了。啊，这花用着啦。大侠。啊对啊，敢有花干呐？有，我来摕。多谢。那呢，我就先卖占你的时间啦。我把资料看完，若有问题，我再来问你。嗯，好。你敢有感觉刘谦那甲表舅因两个有淡薄奇怪？哪有都有奇怪，伊会安尼望表舅呢？一般男女普通的朋友，哪有可能有这款动作啦？而且表舅阁是伊的定心呢，就算伊甲表舅妈是好朋友，安尼嘛足奇怪。敢有？有可能刘千啊甲大嫂是姊妹仔伴，甲阁当作是家己人，所以无想遐尔多。啊，阁有伊伫只甲包包摕予表舅，表舅嘛替伊摕啊。王正耀，我问你，你替偌济查某囡仔摕过包包？干阿阮妈，啊阁有你。对哦，一般来讲，拢是男女朋友，也是足亲足亲的人，查甫才会替查某囡仔摕包包。我就是感觉，伊两个人有遮个动作足奇怪。就讲刘千娜真有可能甲阁当作是家己人，这有啥物好奇怪？那安尼照你讲，伊应该是直接把包包放伫个碰椅，那也是把包包交予表舅，表舅阁放伫个碰椅。哇，你啥物时阵这么敖猜？一个小动作都想遐尔多。这是女人的直觉，恁查甫人哦，就是目睭青眉啦，这么明显的动作，恁当作无看到。我还要去用两包，家己安怎死的拢唔知。第一，你这个直觉在我身上无路用，因为我被外遇，你抓袂到。第二，我可能是感觉你想伤多啊。你若是有直觉，大嫂那无？挺简单啊，当局者迷。
啊，你先去无用啊，我转去看卖。啊，人来遮就是要看你啊，来看你的新地盘啊，新江山。啊，许明凤刚当处长，都无想要你提用税钱。唉，阿姆哥，就要证明你提得到，而且哦，要提就提较大条的。啊，你向往走来，讲要来遮做代志，到底什么意思啦？啊，人就想要陪你嘛。你无伫个万里，安尼拄仔好，我就会当过来啊，免甲较早同款，我想要好好甲你照顾，来顾东顾西。无啦，你唔通忘记，遮嘛是阮爸的公司呢，底下有正义甲人性看咧，人性的目色就来啦。伊若是有发现啥，咱嘛是同款会别空啊。好啦，我知影啦，我无遐尼戆啦。对，啊，许明凤一定会常常找你的麻烦，你敢无煞一个人来替你解决？交予我，我无咧惊伊的。歹势啊，总经理，我的脚就无好，所以我动作较慢啦，歹势。是啊。刘阿千啊。你的脚伤哦，还袂好，走路都要较细腻的，唔通你卡袂着，踢着物件哈。好，我知啊。仁信，你来向我走转来。好，我拄只好票券的资料有一份是还袂修改，我等来摕，到时我再把正确的资料摕来。就是这份啦，人了先走。好。哎，门开就好啦。若无只，干那我甲千娜两个，互人看到，会去误会啦。表舅要撇起来，袂歹哦，无遮尼严重啦。表舅妈拢叫千娜过啊，千娜嘛算是恁家己人啊。奶奶，我先走啊。伊那雄雄搁走倒转来啊？而且迄口气拢怪怪。就算讲伊怀疑啥，以后咱都要较注意。拄则我都讲过了，人生的目相就来，以后咱都要较细腻。你就先留伫万里，无代志唔通过来，较免让人发现对咱都无好。提醒讲你会好胃口，甲小点点饲甲头好壮壮，变做大点点。想袂到因为你的爱食，伫你有线的时阵，电脑变成你的邮件。我跟你讲，能吃就是福。嗯。那是表舅。是表舅呢。表舅跟刘千娜。子婷，仁信，你来叠价。仁信来陪我做三件吗？啊，你嘞？你想怎叠价？也搁有你，你想怎嘛叠价？这才是妇产科呢，你两个人叠价要创啥？我来看妇科啦，啊，拄好拄着总经理。哦，我，我是来替静柔摕这个孕妇要食的维他命啦，啊，摕完了拄好拄着千娜。我就跟伊坐落呀，讲几句话啦。替表舅妈摕孕妇要食维他命，伊也唔过恁两样都。刘小姐，你实在是跟阮表舅救援的呢。拄才伫咧勇士总经理办公室才见过面，今麦伫咧病宜阁中风，当一个晚阁拄着，恁两个是咧拍电影。对啊，我甲总经理本来就救援的啊，那无。我现在会当变作静柔姐上得力的助手，也是讲，我感觉我甲你嘛特别有缘呢。嗯，有可能哦，尤其是表舅来勇士以后，你应该会常常找机会来勇士，那
安尼，咱两个人就会当常常见面啊。啊，我拄只哦，就是甲千娜讲这个代志啦。都已经离开万里啊，所有的工课拢留给静柔，所以我嘛要拜托千娜多多甲静柔斗相共啊。千娜，若是有啥物代志无法度处理的，就你来问我。表舅，恁两个人感情真不安怎？子婷啊，你都这样无信任表舅哦。虽然我之前哦是有较爱耍啦，啊，不过我结婚了后早都已经改啊。而且即马进入巴肚内底有我的小龙珠呢，我疼惜伊拢袂赴啊，我哪有可能学袂来？蛋姐。恁敢是误会我甲总经理有啥？这哪有可能啊！阮拄才看到你，我伫个表舅的身躯顶，我嘛感觉无可能。是啊，我头边拄到你的时阵哦，你拢我伫个查甫人的身躯顶，顶边你我伫个阮翁的身躯顶，这边你我伫个阮表舅的身躯顶。我感觉哦，你不管到倒位，徛嘞、坐嘞，看到查甫人，你就要安尼哇一个、脸一个。那不是我拄只亲嘛，就看到你安尼站起来，我真正抓准讲你是泥娃娃，是不倒翁呢？那是恁看唔到好不好？拄只是因为我的乖啊，立伫咧涂骹，我要去捡，才无说你吸着总经理的好不好？捡乖啊，应该是捡麻雀变凤凰的魔法棒。佳娜，为着你等下要回去公司。那安尼，这维他命就麻烦你顺续替我调整了。好。妹，阮太后表舅妈就好啊，除非你会当保证，小等回去的时阵哦，有一个查甫人会伫你的身躯边保护你，卡免你无说你又搁跋倒是要安怎？啊，你跋倒，阮无要紧。啊，不过这维他命哦，袂当落伫个涂骹。表舅，你无意见吧？表舅，你甲阮做伙来转啦，伊要看妇科呢。你拢唔知伊的镜头是啥物，卡叔讲伊破病是要安怎？医生抓住讲你是宿主哦。哎、你真有病嘞！我只是妇科无顺，好不好？好好好好好，你拢卖吵，好不好？子婷小姐，我知影恁是为着要保护静柔，所以才会这么敏感，为着卖造成误会，我今晚离开就是了。阿哥，我不会对你等于万里啦。我才叫人开除，我若伫个遐会感觉解忧。而且勇士一边一挂代志还袂处理，我先来等。气死人！伊龙头这边陪我三剑，就好这两三百的破坏啊！哦，抓到啊吼！表舅要大离开，马上就毙命，目睭哦，遮大锐着。小甜甜，你爱乖哦，免惊，妈妈甲阿姨哦，伫个遮保护你。想袂到遮个门诊等遐尼久，我无亲像恁两个啊，小奶奶遮尼好命，上班时间会当出来磨灰遐尼久。我看，我是后摆啊，请假才来看。等下。讲话敢有需要遐尼啊酸？啊，你是怨道还是轻生啊？无怪哦，你若是看到富二代，你就安尼念过。啊，顶边诱拐圣元无成功，即马就来诱拐阮表舅对不？哦，安尼唔好哦，想要做小奶奶，食好做轻苦。啊，唔过你就要排一个人尽可夫的罪名。安尼袂用个，会传出去，你还留一个名声，互人探听。你这个人就有想象力的呢，根本就无发生的代志，你感觉袂出是真的？是你家己不自爱，好不好？那么我是要怎脑补啊？啊，听讲你即马要离开万里，跟阮表舅去勇士对无？仁信，伊要去做啥？应该是要做表舅的秘书吧？你看。你就是气度的嘛！我是会当有啥物气度啊？静柔姐伫万里有足侪资源的，若是无我，嘛有足侪人会当甲伊斗相共啊。啊，不过总经理就无共啊，伊是一个人去勇士，
所以我想应该足需要我的帮忙的，所以我提出这个想法，安尼嘛，让恁找到机会误解我的好意。所以你敢问过表舅妈？你是表舅妈的特助，你要来还是要走？舅舅妈要经过表舅妈的同意。不要紧啊，飞弟哦，小弟，咱要去找表舅妈，咱甲问就好啊。我就是安尼打算的，啊，不过我一定会想办法阻止的。搁安怎讲，刘小姐有诱拐别人红色的前科，这是一定爱防的。哎，恁两个莫想要伫静儿姐面头前搞我哦。我哪会甲你骂哦？我家家是给表舅妈一寡建议尔。搁安怎讲，小秘书甲头家打工相处的时间这尼啊久，是真简单就会有感情的。譬如我甲我的大家，拢是为小秘书变作是小奶奶啊，所以我会替上大方、上无心眼的表舅妈烦恼，这嘛是理所当然。是啊，表舅妈上善良啊，饲只这尼啊大狐狸，你的身躯边伊拢无发现。稍等下，咱甲提醒一下吼。喂，恁两个啊，一个当机，一个倒头，一个演倒一出。惠弟，你去认定我是啥物款人啊？我无需要甲你解释遐尼济啊。叫静儿姐相信我就好啊。刘谦呐，卡叔讲你无想要和阮店员做记号，你就莫做一挂奇奇怪怪的代志。爱给谢礼，洁身自爱，阮就袂还你。行，咱来去找表舅妈，莫伫遮浪费时间。等你。子婷啊，手机啊麻烦你替我提一下，我要找千娜啦。我即马呢，真正就需要一到三工的。免提啊啦，伊即马伫咧病院，袂赴过来。伊破病哦、喔，啊，伊嘛无跟我请假呢。伊是毋是有破病，我是毋知影啦。我看到伊时阵哦，规张好好，面色嘛真好，拢无起甲。而且我嘛唔相信伊咧看妇科。因为我甲人心看到伊的时阵，伊袂输得着软骨症同款，安尼都伫咧表舅的心上。伊拢嘛伫咧病院。哦，对啦，伊是去替我摕孕妇维他命的。对啊，因为我们来看你，所以表舅就请阮顺顺啊载过来给你。哎，毋着好佳哉，伊拢有替我摕。无我即马即个状况嘛，无我都去病院。表舅妈，你敢那是画错重点啊！我拄只讲刘谦啊，规人袂输敢那软骨症安尼，看伫个表舅身上安尼就亲密嘞，安尼嘞。然后嘞，表舅看到我甲人线时阵哦，就甲伊个刘谦啊安尼散个很很很。就算讲伊真正哦，替你去摕维他命，啊，拄着刘千娜咧看妇科，啊，不过伊明仔甲摕来就会当走啊，哪会当互刘千娜有机会倒伫伊的身上？而且伊看到我甲人信的时阵，伊的表情哦，袂输敢那是，做唔着代志，赶快互人抓着呢。子婷，我知影你是替我打抱不平，啊，不过伊拢甲我解释过啊。伊真正是为着我才会去病院的，你放心啦，伊足爱我，嘛足爱小龙珠的，伊无可能学袂来啊。表舅妈即马人无爽快，你莫讲遐个刺激孕妇的话啦。哦。表舅妈，我甲子婷有几下工拢无看到你，你的病势看起来毋是真好呢，是毋是临时遮表舅的工课，互你压力伤大？工课是有变较济，无毋对啦。啊，毋过阮大家哦，则是搁较辛苦。伊要烦恼伊拢遮勇士，是毋是会当惯势？搁要替我分担总经理的工课，伊的压力则真正是足大个。您放心，表舅伫咧勇士有我甲郑燕甲伊斗相共，替伊顾前顾后，而且嘛有爸咧甲伊牵架，袂有问题。您家己甲家己照顾好，则是上重要个。多谢你啊！伊拢嘛有讲，伊爱好好啊做，拼一个成绩给妈看。静儿姐，我听周杰你讲，你到底开去啊？
你来玩哪无？足烦恼的呢。来啦，这是惠珠伊煮的鸡汤，你食者，补者。啊，若是你身体阁无爽快，我再带你去看医生。啊，多谢你啦。我听讲你去看妇科呢，你玩哪无？伊无需要看妇科，伊是爱看骨科。三不可惜，我就参照林黛玉赶快柔弱的跌在男人怀里，这不是软骨症这些。周大哥没关系，来就不多谢当的。阿弟终于爱我特别照顾兄弟，不然没关系，所在你也随时跟我讲。没啦，大弟马上照顾我，没问题啦。干，三林。这个无代志，我先说。我来讨价，对你来讲根本无算消息。人心跟我讲，伊发现你甲千仔怪怪的时阵，我讲唔相信。我甲人心冤家，两人认真几工啊，结果呢？是一个叫做金大万的，袂爽咱抢走伊酒店内面的小姐。那是讲今麦我有一个任务要交予你，唔知影你有这个胆量，想要试看卖？这萧天呢，一直想要试探我的。你调过伊叫伊去甲金大万呛声，就是要试探伊对你的忠心。伊敢这讲我，安尼都要予我看卖啊，到底是几牛蛋？头拢说，无聊落去是变作耍。一个心愿，望你真心来疼痛，望你啊，你啊，将阮爱爱爱，唔通放阮空空思念。